是拿自己的餐盘直接吃饭。我跟你讲，大家注意，这上面有 QR code， 怪怪的嘛，每个事情都不能放过。看卫生纸那么厚，里面有卡片。秘密任务，请静悄悄的完成任务，请静悄悄的完成任务。哎，你怎么念出来？这样怎么玩？哎，真的有 QR code 哎！哎，大家静悄悄，不要被人家发现哦。